亚轩已宣布与小男友分手。7月6日凌晨，萧亚轩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一段影片，对着镜头说出 I am done， 并表示谢谢你的一切，再见，一次宣告结束与黄浩的恋情。萧亚轩写道，女方还有自己的梦想，男方也有自己的想法，疑似表明两人因为想法不同而分开。最后他祝福道，祝福彼此一切平安健康，彼此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向，谢谢你的一切，再见。据悉，黄浩比萧亚轩小16岁，萧亚轩也是黄浩的老板。此前在迈入交往第3年时，两人曾感觉陷入瓶颈，几度考虑放弃这段感情，但后来还是决定一起走下去。咪咕娱乐整理报道。